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，要开冷气让自己舒服一点，还是要省一点荷包少开一点冷气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五个我平常开冷气的时候会注意的事情，你也可以试试看哦。首先第一个，冷气不要往下吹。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对流，根据查理定律，如果空气温度越高，体积就会变大，密度会变小，所以热空气会往上面走，冷空气会往下面走。当冷气往上面吹的时候，它会因为自然的对流让冷空气往下面走，整个房间的对流越好，那么降温的速度也会越快，会比较舒服，而且也会比较省电。再来第二个，就是适当的使用循环扇，尤其是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冷气的位置不见得是房间里面最好的位置，总是会有一些死角吹不太到，这个时候循环扇就可以协助把冷空气吹到那些死角去。另外一个我会使用循环扇的方法，就是把循环扇放在低处，把它往上吹。还记得我们刚聊的对流吗？如果我们把地面上的冷空气再重新往上面吹，这样房间里面的对流会越好，冷气里面的冷空气也可以均匀的散布在每个地方。再来第三个，把房间里面的窗帘全部拉起来，或者是装隔热纸。如果在白天的时候，太阳直射到房间里面，直接让房间里面的温度变高，不管怎么样开冷气都很难凉快。如果房间里面实在没有窗帘的话，也可以试着用看汽车使用的隔热纸，也会得到一样的效果哦。再来，把冷气开自动风速。有些人会很习惯使用最小的风来吹冷气，但是当房间温度还没有降温的时候，小的风速只会让房间降温的速度变慢，其实是对省电没有帮助的。运用自动风速，冷气会去判别现在房间里面的温度，当房间温度还很高的时候，用比较快速的风吹，尽速降温，降完温之后，它就会自动把它改成比较低的风速，继续省电啦。如果从头到尾都使用微风，房间里面的降温速度变慢，反而没有办法达到省电的效果。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调高冷气的温度，把它调到26度到28度。为什么这个部分最后讲呢？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房间里面的对流弄好，让温度降低的话，你只是把温度设定在26度，只会让自己很热，你只会让自己瞬间放弃省电这件事情，赶快把温度继续往下调。我通常都是运用刚刚前四个方法，让房间里面的温度变凉，即便调到26度，还是感觉到十分舒适，这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省电的目的。好，最后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，我平常在房间里面开冷气会使用的五个方法。第一个，不要让冷气的风口往下吹。第二个，使用循环扇。第三个，把窗帘全部都拉起来，没有窗帘的地方装隔热纸。第四个，不要开微风，让冷气依照温度来调整它的风速。第五个，把冷气的温度调高2到3度。好啦，以上这就是五个我平常吹冷气的时候会兼顾省电的方法。